历史这么念着我丰富大家，要去念城读书。换句话，你们在座念城没有读过中国历史，中国历史正统要读，到满清以前，由于两部历史比较重要，中国的历史大纲，一个是《纲解义之录》，你看这个说明啊，《纲解》就是历史，《纲要》还只是大要的大要，《解》历史是给人生一个政治，历代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、社会等等都在内。这个《纲要》《解》是给政治给你，《纲解》。易之路容易知道，一个是王凤九刚解，刚解这两部写到明朝为止，再你补充有清朝300年没有写历史，不过有清史大纲大解纲解清解也有这本书。这次读历史不要听那些民国以来的大教授说他们学历史，什么中国通史啊、中国历史大纲啊，是他个人的意见，这些人个人意见是很了不起的。做历史研究，民国以来这是做历史研究，他读到大学以大学这个程度了，有的人看看这些历史，他自己的观点摘录下来。我年轻就反对，这项第一没有，当然没有做过皇帝；第二没有做过大官。第三也没有做过小官，第四个公务员也不是，他懂什么历史，没有经验的。哈，中国文化、中国历史是个不可分的，我讲了几十年了，文史不分，凡是历史学家都是大文豪。文哲不分，历史学家跟哲学分不开的，文学跟历史分不了，哲学跟文学跟历史分不开。第三个的文政不分，而且都是政治家，至少就在政府里头做重要官。譬如司马迁写史记，司马迁太史公哎，他三代都是太史公，太史公是皇帝前面的顾问啊。那关天文地理阴阳的，等于现在的天文台、气象学啊，包括神秘的股市，是大顾问啊。这个叫太史公啊。司马迁说自己写历史的评论，太史公也。太史公说的。不是他说的，也不是他爸爸说的，就推给爸爸身上去了。上代说的，评论是这样写的，你要读懂史记。所以这个程度，那么另外一部历史大家喜欢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司马光写的。司马光又是大文豪，又是宰相，又是哲学家，又是大名士。这部书我都劝大家读，这些文官武将，我说你们读是读，不要像做皇帝，
司马光这本书写给皇帝看的，叫皇帝跟他说知做皇帝的条件，这个资料我都给你收起来，治政治帮助你做皇帝的统一天下的政治的资料，知治通鉴。通是什么？大概。通鉴就是 大纲大要，而不是详细。所以我都劝人家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但是我说你不要忘记，那是给皇帝读啊，给领袖的人读。他资料被已知了不同了，他的立场不同，所以《资治通鉴》给读刚才叫你们读刚才已知了方向两样，这些我都十几岁、十二三岁都摸得很透了。刚才一直我跟你读书上懂得历史所有都在内了，把这个将不言纲要，所以王安石说我不喜欢读历史，一不烂将不，这是他学问到家来讲哎，你没有他的学问不要吹了，烂将不，你将不都没有看过，你懂什么呢？资治通鉴呢是这样一个东西，给皇帝看。可是他呢不像一般跟这一段相国是不写了，他从春秋战国开始，前面不谈太复杂了，因为春秋是五霸嘛，战国也是霸，陈汉以后再称王，给皇帝给多领袖，给皇帝帮助皇帝统领国家，所以叫资治通鉴。但是司马光宋的好人写到宋代为止，宋代以后呢，宋元明清有人接上这个阮什么一下亡了，苏州的江苏的才子，官也做得很大，他接着写的续资治通鉴，那写到明朝为止。中国人不懂历史，又继汉朝统一了以后，哎，我们现在怕目前的社会给经济困得很厉害，哎，汉朝不谈经济的，当然也谈经济，汉朝不打商业的也打商业啊，尤其商业很严重啊，那个时候跟外国往来商业是西域啊，一直通新疆这边出去，一直到中东啊，欧洲外国谈不上，哪里有欧洲那些什么穷地方，不叫做国家，通西域的啊，它的经济怎么发展？有没有市场呢？有啊。那汉武帝、汉文帝、汉景帝准备留下来给儿子出兵打仗的，为什么要打仗？非把匈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帝国摆在那里，但是美国现在跟俄国一样在对抗啊，我们中国外面匈奴这个很严重的问题。你看汉文帝、汉景帝两代不动手，自具备经济，把钱。军事力量聚集起来，军事什么？那个时候最大的武器靠骑兵马，确实是靠科技了，骑兵比陆军重要啊，那个时候还抬不到海军呢，那个骑兵一匹马，中国人没有好马，小马，在蒙古高原西北下西方发展，这些经济怎么筹备的？大家不读历史，它的市场怎么用的？所以我叫大家你们留意，这些历史上都有，要真正了解呢，
就留在你每代历史里的时候制经济财政的历史。十应是农业，经济第一个基础是农业，第二个是工业，第三个是商业。我们现在的经济是泡沫啊，工商外面的啊，这三个最重要，都有啊。你看汉朝怎么处理的，唐朝的经济怎么处理，他太平时候社会怎么处理，乱的时候怎么处理，都有啊。你读了历代的诗赋之以外，你也不行啊，你还要看历代的这些大臣的奏议。譬如汉武帝准备打仗了，买马，通西域，将车通西域，班超是东汉啊，汉武帝是西汉前朝，你为了什么？这些资料在哪里呢？你们现在在学，在我说告诉你，有个切路走啊，一条切路是什么啊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父子三代都帮我们整理好，康熙手里整理，当然中国手的啊，陈梦龙他们整理的啊，古今读书集成。你要做学问，必须要这一部书，一抽查中国几百年、两千年的经济、货币、市场这个发展都有啊。虽然没有现在人那么啰嗦完毕，都有啊。历史跟你说真念的不说，碰到问题自己不知道，就是说自己祖宗当时也碰到问题，怎么处理啊？我的爷爷也碰过啊，我的老祖宗也碰过啊。所以读历史非得不可。